你要洗身躯哦，我甲你讲啦。真呐、啊，啊你讲是我创啥？我都甲阿仁阿讲，你安尼无趣水，我也无介意。伊哪过来去带刀转来？你明知道我跟你妈处不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？妈的问题凭什么到我们担呢？我今天就是要逼大哥大嫂把问题解决。住妈家，多照顾妈一点，也是应该的。妈，真的要把阿妈送到安养院？难道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妈，洗累了。8月3日，周日晚间10点，公视人生剧展《水源地》。